哎，放松。大雅，先吃个火龙果。大雅，你从哪来呀？我从东土大唐而来，你要去取经啊？我不去啊。大雅，想喝点什么？喝这两天的就行。来，大爷尝尝。好喝啊。好喝啊。软化一下胡子哈。我怎么感觉你叫大爷，管我叫老，以后管我叫哥行吗？行，哥，下次再来啊。好的。